那么明天呢，你可以观想这个灌顶盘给你触顶的时候，你就有一团火进到你的身体，把你全身都烧了，变成一团火，这个就是附魔火的灌顶。那么火诀呢，就是火本尊你全部合一，就是火诀。供四大天王用何供品比较好一点？四天王是求财的啊，是求增益的，那么你用黄色的水果，供黄色的水果，那供这个葡萄酒啊，也有黄色的葡萄酒。一切的这个供品呢，最好以黄色的为主，那什么都可以供，只要能够烧火的都可以供。这个问题不太清楚。如果是在中国南京上海过世后的祖先升天后两年后在雷藏寺安灵位，有助他，他分成三面写的，这个意义不太清楚。不过在雷藏寺安灵位，不管你已经升天没有升天都可以，不管你是在哪里过世都可以，都有帮助的。修密行者日常生活中平时应如何助心？若平时杂念多时应如何对治？这个莲花锦良问的。修密行者日常生活中平时应如何助心？应无所住啊，应无所住。若平时杂念多时应如何对治？如果无所住的时候就没有杂念，无所住的时候就没有杂念，不然应该注意一。九哄破秽净水法，九哄是什么？怎样观想？九哄啊，是一个名称，也就是哄鸟，一种古代的一种灵禽啊，灵禽。它本身来讲起来，因为在古代的传说啊，这个九哄本身可以除掉很多的毒的，有毒的东西。经过它本身的好像毒物啊，都是很怕它的，所以九哄破秽就是这个秽字就是很肮脏的。那么九哄你可以观想呢，是一啊哄啊，一直一那个哄啊，哄怎么样子想呢？大家知道吗？哄鸟就是凤鸟的形状，你观想凤鸟的形状，有九只凤鸟的形状就可以。密华美学一咒一印一仪轨等都应该先受灌顶加持才如法的。那么吃饭前的文殊往生咒手印等是否都应灌顶才用，否则不好？这个你讲的第一个问题，应该讲起来每一咒每一印每一仪轨都应该受灌顶，事实上是这样子才如法的。那文殊往生咒等手印你假如要接受灌顶是可以的啊，是可以再接受灌顶的。但是你假如是说没有灌顶，但是你已经知道了，我就是这个意义啊，就好像有点像这个一个菩萨，你没有开光，但是你很虔诚的使用，
很虔诚地用了这个咒语，但是你没有受过灌顶，当然这个就没有加持力在上面。但是有一天呢，你感动了闻知势力菩萨，这个菩萨他在虚空之中，他给你加持了，等于是给你灌顶了，这个也会有的。所以这个可以讲起来，就是由你的诚意来感动天。那么最好呢，你是受灌顶。假如没有受灌顶，你要用你的诚意去感动到闻知势力菩萨来给你加持，那么你这个闻知往生咒跟手印，你就会有法力。金刚地义跟义利宝钞中所描述之地义有何不同？观想是佛即冥想，观想跟冥想这个只是字不同而已，其实它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么金刚地义跟义利宝钞中所描述之地义有何不同？义利宝钞中的描述的地义是十殿，也就是十殿阎王啊，或者是十八地义。那么金刚地义是属于密教的地义，密教的地义，修密法行者犯了金刚戒、三昧亚戒啊，甚至于这个种种的戒律，它是堕金刚地狱的，那是属于金刚城啊的地狱。请问师佛，植物为何不纳入六道轮回之中？请问师佛，何谓移咒意识？要得此意识，是否只有从三摩地中才能得到？师佛所提示莲花大如车轮的莲花，是否代表真佛中的各个分堂？莲花上坐上许多人，个人密谈，莲花上只坐一个人。啊，分堂的莲花上坐的就很多人。植物也纳入轮回，宇宙意识是否只有从三摩地中才能够得到？其实宇宙意识啊，就是法界，我们称为法界、法流，不只是从三摩地中才能够得到的，只要你能够跟宇宙意识相应了，种种的方法你都可以啊得到它，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得到它。这个如来讲八万四千法门，法法平等，法法都可以得到宇宙意识。这个莲花大如车轮啊，分堂的莲花比较大，个人的就比较小啊，不是这样子的。禅宗公案里面有师父问弟子吃饱了吗啊，弟子应如何回答？回答吃饱了，它的意义是怎么样？回答没有又是什么意思？你回答吃饱啦，它的意义就是说吃饱了就可以走了。回答还没有，还没有就继续吃吗？其实它这个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师父问你吃饱没有，你讲吃饱了，就表示印证，有了印证。讲没有，就是说你必须要好好再努力再精进。我这个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还有更深的不能讲。出家人或修道人有天打破杯子，或见到树叶落掉落，或脚拇指踢到砖块，都能有所开悟，请示师尊其禅机何在。你这个脚拇指踢到砖块，它的禅机就是肿起来。真的，不要想太多啊，想单纯一点，马上去买一点药膏去擦。打破杯子烫到手，那是虚云老和尚，他认为一打破杯子，他突然间他就开悟了。那么这个开悟他们称为破初观啊，破掉初观，也就是杯子破了就破了啊，破掉他的初观，表示说内外打破，等于是说你等于是那个杯子吗？那么你把自己的范围缩小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身体也打破呢？那么你眼光跟宇宙意识一样，不是更好吗？这个就是内外打破啊。树叶掉落，树叶掉落就把它扫起来。树叶掉落是真的扫起来哦。这个师傅拿一个扫把给你，把那些树叶扫起来啊，你就去扫扫树叶，看到树叶掉下来，诶，每天都在掉诶。我跟师傅讲说，师傅不用扫。为什么不用扫？因为你今天扫了明天还掉啊，你明天扫了后天还掉啊，为什么要扫呢？啊，师傅一听开悟了。这个掉叶子也有开悟的哦，这个叶子就代表烦恼，每天都有烦恼掉下来，你为什么要扫它？让它自己被风吹掉好了啊，彩虹山庄有落山风，你树叶很多的时候来一个落山风，全部都扫到别人家去。有时候不用扫，有时候要扫，看你怎么样去解。这个人啊跟畜生啊都有生命，为何蚯蚓持刀中切成两半，两半都还能活动，此时该如何认定他的佛性在哪一边呢？哦，你这个是很会问哦，以前有人问过这个。蚯蚓他是讲是有佛性的哦，那么切成两半，那两边都在动啊，那佛性在哪一边呢？啊，佛性有人讲说在两边啊，佛性在两边，一般人大家都认为佛性在两边，其实佛性正确的答案是佛性都有，不在两边，也在虚空，在空间，什么都有。这个并不是动的生命，那个才叫做佛性啊，不是的啊，不是生命就是佛性，佛性跟生命是两码子事。所以问的这个问题问的莫名其妙。佛性不是动的就是佛性。手印为何在天心上印呢？有何巧妙秘密，请师佛开示啊。莲花伟昌问的，天那个姿势是最美妙的啊，你在喉轮上印，在这里上印，在这里上印，应该这里是最清净的，以顶是最清净的。这个如来所有法身当中有无上顶，无上顶就是佛顶尊胜，最胜的应该是佛顶。
那么我们在顶上上印，哎，表示的就是最尊胜的、最尊贵的、最尊胜的、最殊胜的。密宗行者在听根本传承上师说法开示前，应做如何种准备？悉观想或持咒吗？怎样才可获得口耳相传的法义？一般讲口耳相传是讲一对一，一个对一个才叫做口耳，好像我嘴巴讲你耳朵听，这个就是口耳相传。今天在这里不同，以前的口耳相传是讲一个对一个讲，是比较秘密的，那么现在公开讲也叫做口耳相传，我讲那么你们用耳朵听。在听根本传承上师说法开示前，应做何种准备？先上厕所嘛。啊，上厕所不用观想啊，不用执着。这个这样子准备就可以了。莲花以前他问的，修上师相应法和本真法本是要分开来修，但若因时间的关系，是否可以一起在同一个时间合修？是可以这样子修法，是可以合修的。所以密教有这个啊很多种的合修法，释迦行跟上师相应法合修啊，释迦行上师相应法本真法合修可以的。1991年有一录音带，是师尊在真活密语的开示曾讲解百日明咒，说遮忧弥巴瓦，遮周弥巴瓦，原本之百日明咒没有遮忧弥巴瓦一句，是否现在念时必须加多此一句进去？请师尊开示。你这是找我的毛病了。只有遮遮弥巴瓦啊，不是遮忧弥巴瓦啊，遮遮弥巴瓦啊，遮忧弥巴瓦是因为我当时啊左右分不清。啊，大家都知道了，这其实很多亲近的弟子都知道，这个师尊有时候人家喊这个左喊右他分不出来，最后有那个人教我说右哦，每次喊右的时候你举手啊，举右手啊，哦，这个时候这边是右边，那么这边才是左边，我以后就记住了，说右啊，哦，我知道哦，右边就是这边，我以前经常搞不清楚了，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啊，那个教官喊那个向右转，我都是向左转。那我个子是最小的，你知道，大家都往这边转了，都在走了，我一个人。啊，都是我以前是左右真的是分不清，我向后转我记得很清楚，向后转，向后转我会转，马上就转过去我会，但是向右向左有时候我要想一下，当我想的时候想不出来，我就给他随便转一下。那么每一次都刚好是跟所有的整个班啊就背道而驰，等我走了一半了，我回头一看，大家都走了很远，所以这个左右搞不清也实在困扰我很多年。啊，开车了以后啊，大家在这个美国地方开车啊 ，turn right， turn left， turn right， 就是啊向右转哈，啊 turn left 向左转。嗯，我这个 turn right 跟 turn left 也曾经搞了一阵子。
也曾经搞来这样子，这个左右分不清是我的毛病。很好，这个他把我这个通通讲出来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众生，其寿命无尽。那么往生到其他佛净土之众生，其寿命是否也是无尽？是的，啊，很多佛国的净土，它的寿命都是很长的，长到没有办法数，所以才叫做无尽。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寿命都是很长的。观想种子智变成本尊，是否重要？假如把活菩萨种子智弄错，这是否意味着不能相应呢？这个种子智变本尊，这是一个程序，是一个次第的问题。先观想叶轮，在种子智在中间在旋转，本尊出现，那么本尊三观给你加倍，甚至移到你的头顶，化为很小，进入你的中末，那么停在你的心轮，在化跟你一样，这是入我，我入观。那么做这种观想啊，它是有程序的。那么种子智变本尊当然是很重要的。那么种子智弄错了，这个意味着不能相应，是这样的。种子智弄错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不知道啊。活菩萨有时候弄错也不算是，是算一种过失，是一种过失。但是等以后你知道了，你可以把它补过来，把它改过来，把它补过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所谓这个补觉真言，就是你知道有错了，修法当中有什么错呢？你念这个咒语，就是补那些过失。补觉真言就是补过失的，像念百日明，你终南疑鬼当中有什么措施？你光想不清楚，意念不好，这个手印也结得错了，或者你在念咒当中也有啊，这个施疑鬼的地方，你打了一个哈欠，啊，忍不住了，你咳嗽了，这个都是过失。那么如何补呢？就是念百日明咒就可以把它补起来，那么也有补觉真言也可以把它补起来。这个种子日当中有一个字，是所有的种子，所有活菩萨的通印，就是阿。阿字，这个阿字啊，就是所有活菩萨的通印，通的种子字。你不管你对错，或者哪一尊，你都观想叶轮，阿，叶轮观，阿字观，那么变化成为所有的本尊，你都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观想阿字在叶轮中出现，变化为本尊，就不会错，因为它是所有活菩萨的通字。叶轮中的种子字是顺时钟方向转，或逆直左右转。哦，问到我这个左右的问题。我用的是顺时钟转，我用的是顺时钟转，啊，也可以逆转，也可以平转，按照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一般来讲藏密里面都讲逆，都讲逆的，但是有时候这个种子字也可以给它放平，好像在我的这个我的习惯，现在讲我的习惯，在叶轮上。当然是用力的，在我的这个记上是用平的，我用平的，在我的心轮上我是用平的，我没有用力的，这是我的习惯。佛如来的五大智慧次第如何演进？是这个样子，五大智慧来讲起来啊，都是从大日如来那里出来的。那么如何演进呢？我们用中国的方法去给他演绎，这个以前有人问到我，但是
这个在佛经里面我还没有看过它是如何演进，好像我用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是由中央土先开始，中央土先开始，那么土生什么呢？土生金，就从西方，西方就阿弥陀佛了，就从西方。那么金生什么呢？水。那么水是哪个方啊？啊，北方，不空成就佛。那么水又生什么？水生木啊。哦，就是东方，东方就阿出佛了，对不对？那么木又生什么呢？生火了，火就在南方，南方就宝生佛了，用这样子生的。啊，五个智慧我是次第，我是用这样子讲，那么别人要怎么讲我就不知道。内火的下点如何接，以后会告诉你，这是内法方面的。我讲这个内火的上面要接，下面也要接，就是讲这个中末，这个中末上面如何接，下面如何接，如何把这个火啊，这个火升起来，如何点，为什么能够点，是因为点火的这个东西啊，跟纸，这个火在这里燃呢、啊、纸在这里呢，那么这中间有一段距离，这个火烧不到这个纸，它燃不起来，那么如何燃起来呢？如何使它接近呢？使它这个东西点燃呢？这个内火如何产生呢？这个就是诀。那么这个诀我今天教你，我就不用再教别人，不用再教了，我就不用开课了，你们都会了，所以还要等开课的时候再讲。地灵的这个左右杀不均，除了用神止煞外，能恭请佛的实力来调益乾坤吗？其实恭请佛的这个实力啊，来调益乾坤，这个比用这个用神止煞难。你看佛的实力，佛老是要管你家的这个闲事，而你家这个地理不平均的，你就请佛来，你要请他来真的也难哦，你要修行的跟他差不多了，你才能够请得动他哦。或者你随便一叫个小孩喊一喊，哎，如来你来你来，他怎么来？那这如来就如不来，对不对？不容易请他来的，你要修行跟他的境界一样才能够请得动他来的。当你修行跟他的境界一样的时候啊，你还要用神止煞干什么？用你就可以了。弟子恳请师尊，第一个灌顶是白度母习斋灌顶啊，他要求明天灌顶的。度母法包括观音、白度母、利度母、二十一度母等，为密宗殊胜法门，若求得师尊慈悲普传，真佛度母传承更光耀天下。以前我们有二十一度母的咒，不知道谁那边有，我们宗派里面我有这个给二十一度母的咒、哦、他们那边都有，明天就做这个灌顶、哦、有这个灌顶。这个二十一度母的咒跟这个所有的上师求，弟子夜读了一篇一切如来心秘密前身舍利宝夹印陀罗尼经，有附图，图中有五轮金刚塔，很像人体之形，是不是原来如来金身？否则怎么会是塔内有舍利？舍利即具一切如来无量具体心陀罗尼密印法要，今在其中呢？
经中说二十四尊见朽塔脱身上衣用覆其上悬然垂泪涕血交流凄以为笑，当时十方诸佛皆同观视，一界流泪，各所放光来照视他。后世弟子共舍利塔是佛因此而起。宝塔是由方圆三角半圆心五种形重叠所成，如果有弟子想方便不谈，可佛设五轮金刚塔。此经越看越像，简直是在说师佛过去、现在、未来，不知弟子的感觉对吗？如果是，那么明天的灌顶项目中，可佛灌顶，一切如来心闭密，全身舍利灌顶，要有特别根器或条件吗？又如何观？如果是，此法即是莲花童子法吗？啊，这个是一个密教的经典，这一本经典是密教的经典。五轮塔就是胎场界，胎场界大日如来啊，他的这个一个形象，地水火风空。所以这个地水火风空这五个字就是胎场界大日如来的心咒，另外一个咒呢就是金刚界 Om Beja Dattu Phan， Om Beja Dattu Phan 就是金刚界，胎场界呢就是地水火风空。那么五轮塔就是象征大日如来的，这个以前我画过五轮塔嘛，我在正佛密院里面有讲过。你的感觉，你的直觉不错。大家有意思灌顶，明天再做灌顶，否则就是你一个人灌顶。莲花一珠，想请问师尊一个问题：灌一个顶能保持多久？下世还有作用否？哦，这样呢，一般我们灌顶呢可以去求灌顶，多灌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假如要切切实实的修法，好像是说你灌一个顶，你要去求修这个法，你再去求这个法的灌顶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多灌了很多顶以后呢，你以后要修这个法，就表示说这个传承加持力就已经在出来了，重新，因为你灌过这个顶是可以保持啊，就是等于是你的种子，这个种子你已经放在土里了，你修法的话就等于是给它浇水，给它阳光，再给它空气，否则你不修法，这个还是一个种子，永远都是一个种子。南无西方极乐世界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他是不是代表所有一切的佛和一切的众生呢？或者只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那么东南北的佛与众生呢，算不算在内呢？啊，请圣尊开示。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念南无36万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便不能代表所有一切的佛跟一切的众生，那么只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那东南北的佛跟众生他们也有一样的啊，很多很多的数目，所以在如来的眼中，在佛陀的眼中，这个众生的境界是不可数不可说，
佛的境界也是不可数不可说的，同样都是很多很多的。啊，请问这个师尊，相应之相是否有次第的区分？应如何辨识其相应的次第？这个相应之相啊，那天我已经在这个星期六晚上跟大家这个开示过了。当然，它有是有一种是单单念内佛的，我讲内佛就好。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有烟的，是有这个啊，是有烟出现的，是烟烟的景象，好像有一些烟呢、出来。那内火的景象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又出现小火，小火有一种小火的这种景象出来。那么第三个才是大火，出现很猛的火。那么最后一个才是光，才出现的光的。所以相应之相它是有次第。好，刚开始是出现烟，那么再来是小火，再来是大火，最后呢才是光。那么到了光啊，就是等于是说已经相应的层次就很高了。所以单单内火它就有四个层次，一个是烟、小火、大火、光啊，就有四个相应的层次。那么其他的当然也是一样，都有这个相应的层次。这个莲花日新问的有关于无漏的问题，如何断血河，如何降龙伏虎。有关于灵方面的，三坟七魄各何处安在。有关于种子日的，四大天王的真言种子日跟它的颜色。这个莲满上师啊，已经把你这几个资料已经查了。他说第有关于灵的，在华海勾弦第83页啊，灵的安在的问题，还有这个有关种子日的问题，他帮你写在这里。这个几个种子日都已经帮你写，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写你也看不到。那四大天王的真言在《灵仙金刚大法》一书里面。现在我回答是回答无漏的问题，如何断血河。这个无漏啊，是这个样子。因为在道家还是在密教里面，都有一句话，都讲漏尽则亡，也就是漏尽则死。那么你体内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元素，最好能够修正到无漏。那很简单的讲，这个男的他本身就是要断掉这个不漏明点。这明点呢，又包含无形的智慧明点跟有形的这个精。那么女的呢，它也是有无形的智慧明点跟有形的血。那如何断呢？这个是内法的问题，也就是教你先修保平气，全身里面你修了气，你这个气啊产生了力，这个力量啊，这个气在走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用手是倒影摩擦有触觉，那么往上走，你要观想这个气也一样跟着往上走，到最后不用用手去触，它直接就有气往上走。那么这一股气就是要你修保平气，让你气很足，你全身充满的气，像一个保平一样，这个气到了所有的微血管，然后你再把气集中，要把气集中起来，
那么把你这个要漏掉的这个物质明点，你身上的物质明点，用这一股气化为火，化为内火去燃烧它，它本来是一个液体，燃烧它，燃烧它以后它就变成气体，那么气体它就往上升，往上提，往上升，这个升到五轮的时候在那边凝固凝结，就变成舍利子。你能够啊，用你身上的气来运送你内火燃烧出来的这些液体，你的物质明点送到你身上的五轮，这个方法就是内法。那你要提，就是它要漏掉的时候啊，它要漏了，你又要提，提就是用体位的方法把它提，那么提起来，用你的内火去培它，去烧它，把它烧成气，那么气就顺着中末上升到五轮，那么把这些东西凝固在五轮，就变成舍利子。在道家讲，这个就是降龙伏虎，伏虎，这个就是断血河跟明点无漏。讲是很简单，事实上你要明点无漏，你还要降低你的欲望，你的意念不是很多，那么你要这个关闭六劫眼耳鼻舌身意，你通通要关，那么你心中没有那个欲望，你能够保持这个心灵的平和，你在修降提慈善，再用提法把这个东西提起来，用内火去培它，使它转成气。所以道家讲精气神，就是把精炼精变成气，由气再化为神，由神再盘息，这个就是这个盘本还原的这个道家的修炼的方法。那么密宗呢也一样的，要把这个明点不漏，你金刚尘你修双印，你漏了就算犯戒，就要下金刚地狱的。所以这个修金刚尘，你用双印，双印是这个样子，很容易使这个天庭水菩提心愿意下降。再利用双印的方法，你真使这个气通对方的这个中末，就用方便气转为智慧气通它的本身的中末，使它通，它等于是在度化它，然后用气的回转，用气的旋转，使它一样跟对方跟你一样达到同样的一种境界的方法，这个叫做密教本身的很秘密的这个双密的方法，这个双印的方法，哦，它有它的这个道理存在。但是你只要你这个还不能断血河，那么你也还不能这个明点无漏，那么这个方法你去修，你就下金刚地狱。所以这个它的起码的就是你已经修到了无漏明点不犯戒的，所以才可以修。像莲花生大士啊，他跟五个佛母，他是本身是这样子修的，哦，他这个双印就是这个道理。弟子现在才写法还不太清楚，弟子是照着法本修，每天一次，弟子请问几时才可以修禅定呢？其实每一次修法都要修禅定的，你虽然不清楚，但是你要依照这个数息法先安静一下子也可以的，慢慢来，慢慢就禅定就渐渐的生了。所以禅定是每一次修法都要修的。那么你刚刚皈依的时候，你先从四加行，那么四加行就不要修禅定了，你一加行一加行一起修，或者四加行一起修，这样子做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九品莲池，师尊的西地玛哈双莲池和九品莲池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啊，是有关系的。皈依跟三昧雅界，许多弟子皈依时是糊里糊涂的，好，并没有真正了解师尊跟真佛宗。如果后来因人事因素啊，师兄姐或其他上师退出真佛宗，等不等于破三昧雅界呢？其实这个是算破三昧雅界的。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这个皈依跟三昧雅界都是很重要的啊。当初你糊里糊涂的这个皈依了，那么以后你要清清楚楚的修法，跟清清楚楚的听懂这个师尊所传下来这些戒律跟法，那就不会再糊里糊涂的走了。哇，还有很多耶。常因行事过犹不及，在学佛行菩提事业上是否有过分的例子？如何警惕要凡事恰到好处？看到同门或堂主行事不当时，可否劝阻？慈善事业以供佛求佛还愿。这个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就是讲这个勤贤的问题。这个佛陀那时候也做一个比喻，太紧了就会断，那么太松了又发不出美妙的声音。所以在弹吉他，那个弦呢，就是要刚刚好的时候，那个发出来的声音最美妙。所以我们学习啊，这个禅定也是要这样子的，就是要刚刚好，不紧不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妙的时候。这个可否劝阻，要用这个智慧啊，这个在人世是最难的。那么你晓得应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做调意的，那么你就可以变成调意丈夫。如何分别天心部的光圈是菩提心业意呢？它的颜色是白色的吗？如果不是白色，如何修才可以变成白色呢？天心部的光圈在动，对吗？如何修才可以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不是做了疯子呢？啊，业障的念头出现，有正确的方法对治吗？啊，第一个问题，这个天心部的光圈跟菩提心业意，它的颜色，我们一般来讲，白色是它象征它的颜色啊，白色就是象征它本身的颜色啊。在动，对吗？这个你假如看出它是在动，那就对了。这个如何修才可以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是不是做了空？用智慧去分辨，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要用你的自己本身的理智。走错了路，这个合不合理呢？合不合情呢？情理上面合不合呢？是不是合于佛法呢？你要经常这样子想。业障的念头出现，有正确的方法，观想就是正确的方法。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出来的话，你要经常想活菩萨的慈悲的面孔，去替代那不好的念头。所以观想就是以念来止念啊，密教是用观想来做的。莲协问的，请师尊讲解随善观的应用以及必须注意的地方。什么叫做随善观呢？也就是说等于是很随意的一种随心，随心的这一种广大虚空的这一种观想叫随善观。比如你常常想你住在虚空之中，那么你无所住，
那一种状态呢，就叫做随善观，无所住，你心也不放在哪里，不放这里，不放那里，不集中在一个点上，也不扩散到别的地方去，那么随它去，就随风让它飘摇，就是随善观，等息空住，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种状态叫做随善观。弟子作施十法供养已有一段时日，师尊曾说前门是引，后门是送，但弟子今是在后面院子上奉请师尊以七宝如来加持弟子的施十法供养，这样可以吗？可以的，因为你把后门当成前门，前门当成后门啊，念辨识真言跟甘露水真言时是在佛堂念或者在后面院子念都可以的。念好的法水是否一定要洒在屋外，能否洒在自己后面院子的围墙上？可以的。做施十法的时间最好是在几点钟都可以的。在修习真佛密法中，意念渐渐的消减，对或错？当然对了。又见属便不信而信他教，没有修习真佛密法，对见属产生厌恶感，如何对治？不要讨厌他哦，因为别的教也有他的长处，若不随顺，是否会使见属放上五戒之一？不是他犯上五戒，是你犯上五戒啊。所以随顺啊，随顺是可以的。他要我开示十二因缘，会讲。遇到有些众生因自己对他解释真佛宗时而被拒绝，而使他们毁谤了真佛宗，请问如何为他们求佛原谅他们的无知？帮他们念咒，帮他们持咒啊，帮他们修法。在没有地灵及活菩萨的地方，如何请活菩萨加持修法？是否一样那么有灵力？你怎么知道那里没有地灵没有活菩萨呢？啊，到处都有活菩萨的啊，到处都有地灵的，请急救申请打左右腿，请护法协助后应该如何感谢供养啊，供养就好了。如心事过重，无法集中修法，唯有用上师心咒，是否也可以？或应该如何？没有办法修法的时候，你持咒也可以，也算是一种修法。荣小珠问：根据四十法五十颂第37条，女子听法端庄第一，双手合十专注精神。请问你自己参加佛学总说同修法会，听师尊说法开示，都是否都应合掌工作？阿妈喂，你是在找麻烦？合一下就好啦，你总不能手酸啊或怎么样子啦，让他这样子故意在那边抖吧。一直很疑惑，佛陀有没有度化也梳头楼，为什么呢？在佛经上是有的，最后的亚梳头楼本身是很生气的，他连儿子都出家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也到最后也体会到什么都没有的。如何做到无事无心无我？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无事无心无我，慢慢去体会。师尊最喜欢什么？师尊最怕什么？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最怕的。当然啦，这个
这个佛也是这样啊，佛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最怕的啊，真正这个就是无事无心无我。为什么是我们来参加佛学总说呢？是什么因缘呢？啊，每个人又应如何回报师尊呢？啊，祈请师尊常住世，常转法轮，弟子们很想多亲近师尊，弟子们需要师尊的教导，弟子很担心很害怕师尊退隐，弟子们要怎样才能留住师尊呢？这个请佛常住世间，这个啊，普贤菩萨实愿啊，请佛住世就是这个愿。那么参加佛学总说是什么因缘呢？你们想来吗？回报不用啦。莲花立贤问的，无念才能进入定中，但是师尊常在定中成就很多事业，这成就事业当中是不是又从无念回到有念？这是佛真空妙有的境界。是的，这个由无念的念，无念之念就是法力啊。当你进入无念，在产生第一个念头想要做任何结魔事业的时候，就叫无念之念，就是法力，就是真空妙有。师尊能活在明天给所有没有受过上次十一夜彩虹山庄的灌顶，如金刚处灌顶、白骨观舍身法、金刚心菩萨灌顶、上师相应法、吉祥天女报梦华等灌顶的弟子，这些灌顶吗？希望有这些时间，是吧？原来学丹道养生功的人，现在皈依师尊，学真佛密法应注意什么？其实丹道啊，也是一种内法之一。不过那是道家的所谓九转玄功丹顶法，这个丹顶就是肠子里面的九个丹顶，它的应用的方法就是把明点提到丹顶里面去，用内火去培，是这个方法的。那么丹道养生啊，道家的这个丹顶法跟密教的这个内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有些方法不一样的，像观想的中末就不同，中末左右末，它的中末任督末，它们的排列是这样子的啊，这边的排列是这样子的，密教的排列是方法虽然观想很多种方法不一样，法虽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十二因缘啊，刚才有讲到要讲十二因缘，它是所谓十二因缘，就是十二种生死一种因缘，十二种这个生死流转的，先开始的第一个就是无明，那么最后一个是老死，是死掉。那么无明到行到事到明到六到触到受到爱到取，再有生老死，这个十二个因素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想这十二个名词，他的人的从无名而生到老死的种种的现象，把它分成十二支，把它分成十二支，就是从无名出生一直到老死的十二支的一种现象，是佛陀在菩提树下去想这十二因缘的。那么想到最后他才开悟了，那么这个十二支呢，就是生死流转的现象。这个时间超过了，如何增强自己的意志力和毅力，努力精进实修，这个就是保持初发心啊。
依佛法而行，碰到世间威权势力逼迫时，应如何处置？威武不能屈，是否要极力弘扬自己所持的立场及观点？可以讲的时候讲，不能讲就不要讲。尚未修法有成时，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解决他人的困苦？你去求活菩萨啊，转经有八种方法，有八种方法就是解除这个烦恼的八种方法。在还没有修法之前，要点香时，在这个左脚的毛会竖起来，只有一下子。在修法刚要念高王观世音真经大悲咒时，背部会感到好像有虫走来走去。修行的人如每日都修好几次，佛理懂得多，也会有感应。每次讲佛理一大套，但行动另一套，啊，这个杂念还很多，贪心、争名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懂佛理的人吗？但有时他们是清醒，这个杂念的不好，这个左脚的毛会竖起来，只有一下子，不理他就好了，不理他，只有一下子嘛。又有虫走来走去，这个假如不影响到你念经就好了，没有关系，不理他。这个关于佛理方面呢，会有杂念很多啦，这个讲的是一套了，做的另外一套了，这个都是修行还没有这个真正这个稳定的缘故。你慢慢的在修持啊，这个理上跟事上要配合的话就好，因为剩下好像没有几张吧哈。有人讲活菩萨也全不是正等正觉啊，那弟子觉得甚疑，是否他另有所指呢？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菩萨是有尘沙惑，也就是一点点灰尘的这一种啊迷惑，还是有菩萨，还是有到佛就圆满了。佛假如不是正等正觉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了。什么是正等正觉呢？佛应该在佛法里面应该是属于正等正觉，就是三啊、哦、那个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讲的就是正等正觉。弟子觉得我们宗派既然有殊胜之修炼方法，应该在武术、命搏、相依、仙方面有所系统整理，也应该殊胜，不知师父认为弟子太入世。这个是帮助佛法，用来帮助佛法是可以的。古圣贤李元淳有推背图，刘伯温有烧饼歌，近是预言中国的前途，师尊是否有世界未来的预言呢？像面包哥以后再写，以后再写烧饼哥、面包哥啊，细说完整秘法录影带将会传遍世界各地及流传到未来世，请问世界各同门及未来世真佛弟子未能亲见师尊，依录影带学习咒语、手印、法器应用等，如何得到传承？可以摇灌顶。真佛密法传至世界遥远各地及未来长时间，会有弟子自以为是，将其增加、减少或更改，便自说是得到师尊许可乱其密法啊！师尊指示所有真佛弟子应如何护持真佛密法，保其长期长远，免其偏差。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只要是和一棵大树，不要偏离，你不要断，分枝分叶是可以的。真佛弟子求破瓦法前，弟子本身先要具备什么条件？另修破瓦法时，是否要有上师在旁？
破华石，不一定要有上师在旁边的啊，不一定要有上师在旁边，可以自己修，但是要告诉你破瓦法本身也有它的危险性，还要必须要修这个长寿佛法去补，因为破瓦法一个月只能到你破开顶了，一个月只能够修一次。莲花德华，静为主为本，动为副为标，对不对？动中求静，求平衡，求舒适，对不对？如何调整动静关系恰到好处，跟松紧是一样的。什么是身体的精华？身体的精华要集中在两个点上，一个是天心，一个是天身，一个是迹下四指，这个都是丹田的地方。身体的精华，一个是血，一个是精，那个是生命的元素。何谓净光？与普通光线有何不同？为什么大日如来的光能偏照到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是否可以解释这种特殊的光线可以转弯呢？如何这个在修行过程中所见到各种色光是正常还是异常？修释迦行法十万次，如前直气修也要三年，是否必须出离才能修得好？这个关于净光上的问题啊，大日如来的光不可以用我们凡人的这种光去想象，大日如来的光不同于一般的光，那是一种法界的光。我们讲法界的光不是一般的光、哦、你用一般我们科学或者是我们人类思想所有限的这一种、看到的这些东西去体会大日如来的光，那个就是发生了偏差。所以大日如来的这个净光是不一样的，跟我们所见的种种色光啊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光是我们本身观念所产生来的这些光。四相行法修十万次是不是要三年呢？这个慢慢去体会，这个有些人很快就做好啊。剩下三章，七世是佛啊，梦境成意识，第七世是叫做莫那世啊，莫那世是叫做意识，也就是意识了，也可以讲是潜意识。那么梦境里面会不会显现？也会显现出来的啊。第二个问题，如何自主梦境？这个要求本尊跟上师加持你，让你的心保持清醒，就能够自主梦境。有这个睡梦大手印法的这个修持。莲花冠华问的，不久我回北京后一在家建一密坛，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能建一个极简单的密坛，建时应该注意什么？建成后如何启用？你根据这个真佛仪轨经里面去建密坛就可以，里面有写的很清楚，五根五力的主要内容。所谓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五根五力就是信、精进、念、定跟慧。最后一章，莲花见集，对显教的佛门弟子最好以合法简明来度化他们入真佛宗呢？我们讲我们真佛宗的殊胜的点啊，那天讲过了，我们真佛宗有什么殊胜，什么殊胜要告诉他们。有真佛宗是否有度不懂中文人士之资料，如欧美人士及在美出生的华人子女是有的，现在正在做，好像紫莲堂它本身有这个英文的翻译，另外有很多这个英文的这些工作他们正在做。往生时念阿弥陀佛，同时要观想阿弥陀佛之法相，相信真佛宗诸弟子对师尊之法相有更体切之印象，因此问师尊，真佛宗弟子往生时可否持上师心咒及接引成佛
更加妥切，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你持上师心咒，或者是观想师尊，这个往生也是可以，观想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因为同样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这个莲花童子有亲密不可分的关系啊，所以这两则是可以的。晚上把它讲完。